世间无常，国度为脆啊，四大苦空啊，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啊，这虚为无主哦。心是恶缘，真正是心是恶缘呐。真正的这个恶的源头来自于人心哦。所以啊，如是观察啊，见利生死。我们假如人人呐、啊，那能觉悟到这一点呐、啊，好好来观察，哪怕呢，整个宇宙间的天体的气象都在内哦，我们细心的来观察。天地呢，就亲像一个大乾坤；人呢，就亲像一个小乾坤。那么，大乾坤有地水火风四大组合，小乾坤呢、啊，还是同款呢，有地水火风四大加合。道德伦理那些啊，败坏啦，人的心呢，都已经有病啦。不得乾坤，心有病啦，自然都会做出了真多破坏的代志出来。水土无保持，那么伫边地都市呢，工业不断啊，伫咧扩张，真多即个化学不断呢，伫咧污染大地水源。这都是对人心嘛做出来，所以这个空气呢，水土污染，所以人心有病啊，地上有病啊，空气有病啊，所以变成了呢，气候就无正常，一切一切呢，讲的天灾啦，真正是将心人祸做起。啊，起于人祸，才造成了天灾。所以讲，不管是啊水啊、火啊、风啊，破坏了大地呢，这拢总是从心起。所以讲，心是恶缘呐，行啊，咱这个心行啊，是罪福，一切的归咱呢。拢是将心起，将心做哦。所以呢，咱人的身躯，若有感悟的人，伊会当头做真多的福，为人间做真多的福。那是没的人呐、啊，就是伫人间呢做真多的祸。这种祸福啊，拢是咱人的心甲心去做。所以咱大家人爱真正好好来观察，一切的罪恶呢是从心起来，从身躯去做的。大家人来会当知影安尼，咱都爱好好用心顾修，咱的心爱顾会好。人是很微小的啊，看看这种山河大地，人在这样的地球上啊，山河大地中啊，多么渺小啊！亲像迄个苏密山卡一只高下呢，对啊。那这么渺小的人，还要说吼，还要说是人力。定能胜天，不要这样的自大了哈。虽然佛陀说啊，一切唯心造，没错，一切唯心造呢，这都是要警惕我们。普天之下会有灾难，就是人人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共振起来，那就是力量可大了。人人心恶啦，
共同造恶业，那这种的恶业的业力啊可大。所以啊，佛陀说啊，共业啊能动须弥山，只要众生共业，就可以让整个须弥山都会请动。这都是人啊的这种的心好恶念。要下面是恶呢，恶下面款是心行是恶呢，或者是动口是恶呢，或者是起心是恶呢？这佛陀都安尼甲咱分析，一切的恶业啊，来自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一起，一念无明生三世，起自一念心嘛，开口动舌啊，或者是举步动足，一念差啦。一切的行为错，那阿弥呢，就是叫做恶。有一位啊，怀孕的妇女已经是九个月啦，唔知为着什么代志，就是啊，起火炭。阿弥来烧，家家的自杀啦，只敢那老着讲，对不起，我累了。在几个日，阿弥他就自杀啦。这个想不开的心念。只是干呐，安尼一个动念，但是呢，这个业嘛，这种的行为，成就了一个业的种子，受、想、行、行，可能伊的人生啊，对周围环境所感受的，唔是伊所爱。不如意，所以影响到伊的思想，思想动作呢，起伫行为，所以伤害了自己。这个经济啊，第八识已经呢埋藏伫伊，而这个业识的内底啦，急救呢？有效无？释师呢？哪会当搁再恢复它？到底这个命是毋是健康的身躯呢？到底迄、那个囡仔是毋是真健全呢？这个一念之差，可能呢？造成了众生的大错，释师乃是救不回来，是不是就一了百了呢？这就是伊来生啊，爱搁再延续落去，这个业性，这世人有了烦恼困惑，伊无去解开。在这以前，不知累积偌多的烦恼伫咧，所以迄个无快乐的种子、埋怨的种子，拢总含藏伫这个内底。带着这种不乐观、即怀愤，或者是呢？有真多的烦恼，安尼去啦，迄个一生，
同款是这个种子，同款是大去，来生也是没完没了，可能也是会带着真正的苦难的意识业力这样去啊。所以学分时时要把心照顾回好，不能受到污染，心若有烦恼要想方法安全会当把这个烦恼呢把它去除。咱若无去除烦恼，一层一层不断直直卡着，直直包装起来，那这个业啊就真艰苦了。修行啊，好亲像农夫伫咧耕田，咱爱好好经营咱的心灵这颗田。心田呐、啊，若发杂草啦，那就袂种袂出了好的粮食来。所以咱必定爱好好把这颗田呐，杂草爱去除，有石头爱搬走，让伊旧一区的田呐，都是真正的清气的土，有好的土啊，咱来下种子。才会当有好的修行，咱的念头若无清净啊，其实人世间啊，真多的陷阱哦，会使咱的心会偏向，是害大啊啊，那就对路了。实在是呢，一念的偏差行为错误，那就差乎你失千里了。见思行啦，这见就是分别的意思。咱的见解去分别啊，那么伫这个五根五尘啊，起真多的邪见，所以叫做见性。五根大家知咯，就是啊，眼耳鼻舌身眼根耳根等呢，五根吼，色香味触，这拢总是五尘啊。所以呢，伫这个五根定境啦，这呢，伊予咱有见性，这见解啦，安尼呢去迷惑去，所以呢，思就是思维，啊，看到眼睛见色起贪念啦，那鼻根的闻香起贪念，等等啦，这呢，拢总是伫迄、那个。看了后，接触了定境了后，那就去思维作业啦。所以就起着贪念的心，贪在这个五尘嘛，那起这个相着吼，有一位啦，企业家啊，真善良哦，太太真虔诚啊，啊，伊就跟他讲一个烦恼啦。先生就是不肯受信啦，真的，伊是安怎？太太敢那要求伊一定爱受信，伊就是做袂到，那就是因为呢，这个迷定啦，安尼呢起着贪着吼，那所以着啦，这个着这个迷定，所以他就无法度呢。
安尼应太太的要求，这都是咱的这个境界殊胜去探究啊，这呢就是殊胜。所以一切啦，都会打从内心起恶缘，起这个恶缘呐，做罪业啊，那都是因为一个字“意”，就是欲啦，口欲。啊，要叫伊食一顿素食哦，好像要讲一大堆的道理。那很多人就说，一顿可以啦，一个月一次还好啦。那一个月一次就能救地球吗？所以啊，这就是可以作祟，靠的有这个欲啊。那身体呢？各位，我们的这个身体啊，好事不做啊，都是呢，做一些啊很不当的行为可多了呢，就停一时，辛苦几块。比如说，天气快热了啦，夏天快到了啦，啊，一进到房间里呢，那随手一按冷气，哇，很快乐吧？但是没想到啊，这么一指啊，一按呐，它会造了多少的二氧化碳？这种先造业了，后享受了哈。那再说哈，安尼是伫咧救地球，啊，颠不颠倒啊？最多是呢，成一时之快感哦。那最重要就是心呐，啊，心灵颠倒，都用呢所做来哈，后面呢是爱受苦啦。主人知影，心外一切拢总是啊，这个色，色是由于咱的心的含静，咱真容易啊，受着外面的境界影响着，尽管。发滴滴听，可是呢，外面的境界真多啊，予咱起心动念，由不得自己啊，身心都行动，却说出了不该说的话，那心。行不该行的事，那就是咱的心嘛，也有无明的咧。啊，无明呢，就是发无入心，所以伊才会起邪，伊才会作孽。那这起邪作孽吧，那就是感应何有？一定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报，这种感应何有？就是因为无明习业，所以因缘果报不断呐，安尼伫咧循环，困习了难，无明。还是加上了无明哦，那生生世世，那苦一直呢对着咱的心，所以如影随形，行到多位，咱的影都到多位去了。
知影无常的人生，真正的微脆的骨头，一切呢，真哩真无稳定，就是需要的心，这点心啊，咱的心呀，伫无形。都占了四项，受想行行，日常的感受、思想、行为，一定的到行为的结果，业的种子完成，这拢总是伫咱的心所造作。心的力量，伊会驱使咱的身体去行，辛苦的行为做出来，这种的业就定落来。所以咱修心，也都是要来驱使咱的辛苦的行为，安怎会当做？咱来积极去做，从好的方面利益人群，咱来赶紧去实行。有损害别人，或者是损害家己，咱也都爱赶紧节制。是啊，你向前前进，或者是。及时节制，这嘛是伫心灵，所以心嘛是恶缘呐。恶的源头是从心起，才使咱的心灵去做罪。咱若会当通了解这个代志，咱就会建立成熟。信心会当解脱。行为罪数，这个行啊，就是咱的心行。咱有这个辛苦啊。这真正会当头去做就真多呀！咱若无这个身躯，尽管咱敢那一直用想的，真愤真气，真想要去毁灭什么款的代志，但是若无这个身躯去行动啊，那什么款的罪呢，都未构成。所以讲起来。一切都是行，有行的物件，所以才真正呢，会甲这个做去啊，去行动，所以叫做行为罪夫。啊，这个夫就是啊，凹落去的所在，就亲像咱。如果阿未困同款，即如果阿未困啊，有水，淡真淡，但是水毋是真多。即所在，垃圾的物件，拢是往即个困即款的，所以咱的身躯啊，凡是所做的动作，一切的罪业。就是这个行去做，业都是累积在这个所在。习受想行识这五行。咱这个辛苦啊，就是习啊。
将外面的形形色色啊，名利地位等等啊，都是拢我要爱，我要追求，所要追求的一切的一切，或者是不如意呢，过去的一切，那或者是呢未来所得的爱的一切，拢总呢，才会形象。安尼卡伫心里，所以啊，色受想了后要安怎？就是行，爱去采取行动。我若是要得名，我要得利，我要所得到呢，我所拥有，那我都爱去行动啊，去做足真多呢，福济啦。无量无数，是非人我伫人间中的造作啦。因为行动了后所造作的业、烦恼、习气，完全拢总藏在咱的八识田中。所以，安尼，咱呢，这拢是因为呢。忘记为心，因为我会这样做，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辛苦啊，所以啊，有出心见啊，看世间这么这么多复杂啊，都是因为人，人的辛苦，人的思想，人的行为，人的做作，人啊，真多啊！这就是咱一切，拢是从迄个邪境啊，以这个辛苦来起头。咱第三界来呢，安尼一直真多的苦难的代志啊，安尼逼逼啊！扰乱咱的身心，这拢是受苦业吼，哎，忘记为心，以为这个心是永远永远，所以呢，有这个心见，所以不断的来苦业这个心性呐，咱的心，咱的精神，一直呢都是受这烦恼。感恩苦也好。数量处应该大家人知吧？关心不净啊！观修是空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咱大家人应该也爱会了解哦。心的两处就是观处色心，皆是不净啊。咱到底为这个身躯？要再计较什么呢？要吃什么款的山珍海味呢？要爱吞噬偌济的众生命呢？咱也想到，咱家己这个身躯都已经真不净了，物件呢吞噬落去到三寸后的内底啦。都已经呢化成了不干净了，何况讲咱的身躯啊，平常皮肤保护着咱的身躯，万一啊，不管是将来底数代不掉，生出了虫，或者是外面的意外呢，哦，去伤害着。这个伤，或者是疮、烂啦，去当阵的世间呐，最臭的物件，
莫过于这个身躯哦，所以咱应该爱关心不净，丢落芳丝啦，穿骨卡高级的衫，嘛只不过呢，要惹咱的身躯，寒天呢，要互咱保温保暖，安尼了定，却是咱人生颠倒啊！讲穿起了貂皮来啊，哦，这就是最高贵的啊！这呢，都是颠倒人生，只敢那为这个不净的身体啦，在咧做计较啊！不管是食、穿、戴、等等，衣食住啦，都是敢那为这个辛苦。想看一世人啊，安尼碌碌有偌呢？真侪辛苦有偌侪呢？佛陀啊，那是伫风中，伊会当享受人间的福，偏偏伊下掉了人间所享受的福甲快乐，伊修行啦。伊出家啦，三衣一钵，伊呢，安尼修行的逍遥自在呀，身心无烦恼，真呢，就是无求，无求呢，就是天地宽呐，也阁有啥物不足的所在呢？咱那是心。在咧想爱要这要爱要彼，爱这爱彼，这个物件呢，那咱都赶紧想看嘛，咱来关心不净啊。观受是苦，受的念处，就是啊，领受的是好甲歹啊的代志。咱的心，啊，甲人对环境、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欢喜的呢，感受啊，就是足欢喜，我随心满意啦，我真欢喜。不顺眼的呢，较无缘的啊，咱呢都足无欢喜啊，都开始嗔啊、愤啊、愁啊，这拢算是伫感受中啊。第三呢是心念处，咱关心嘛，这个心呢都是生生灭灭。所以咱爱定定关心嘛，有生住异灭，咱的心就是安尼生啊，生起了一念欢喜的心，啊，转一个念呢，啊，都无欢喜啦。那生起了一念呢，发好心嘛，又是过无偌久呢，那害大啦。开始呢，搁作业啦，这拢是心嘛，心的念处呢，就是生灭无常。那第四，就是法的念处，爱观法无我嘛。去世间呐，所有物质的物件，无有一项呢是应做的。包括伫咱的心、心念，嘛无有讲真坚定啊，应住咱伫这个八识的以前呐，咱拢总所伫咧做的呢，都是有生灭无常的法，不只是无常，根本都拢总空啊，所以呢。观法无我，哪有一个我伫咧呢？
无咯啦。所以呢，咱应该爱了解讲吼，这思念处是四种呢，在咱的心念中，对身躯、对感受，那对咱的意识的生命，那对世间一切的事物等等啦，咱也会当真透彻。那安尼呢，就是以思念处之。就是爱心心嘛，时时爱照顾，所以定了一句话讲：修心养性。咱的内心安怎去接触？那咱的心态安怎表达？所以心性爱会记哩，心爱修养。修心养性，一个有修心养性的人呐，那表露出来的行为呢，都会当端正柔和善顺，这是真重要。所以爱记起来，心是恶缘呐，行为最顺。心安怎去感觉？咱的心性都安怎表达出来？所以真多的这个罪呢，都归纳在这个所在。大家人在日常的生活中，爱真正是用心哦，如是观察啦，严厉行事。咱那人人呐，会当安尼好好去观察这个生死轮回啊。就会渐渐离开。咱的心欲啊，那一三升起来，贪念一起啦，那就是无明的念都生出来，所以。那必定的爱达纲啊，就爱有一份戒心，提防咱的心欲。这呢，就是第一项代志，先治心欲无明。咱甲人人六根接触到外面的六尘嘛，咱的心欲唔通安尼。动不动的三心，哪怕是咱家己啦，家己呢单独的心，咱嘛都爱预防呢。咱这种颠倒的乱想啊，咱若时时对人感恩啊，不管什么款的人来，咱都是尊重。不管呢对任何人事物啊，咱都是。咱若会当安尼，一世人的修行啦，这个经济因此哦，那以现在呢医疗科学啊，叫做基因吼、哦，那么咱来讲应该是因此，就是因的经济吼、哦，那将来咱大起的时呢，咱的心拢真顺真，心顺。念顺啊，心宽，这都是伫咧训练咱的脾气啊。咱来当这世人啊，决定咱一定一时时呢，都是心宽念顺。那安尼呐，咱都会当肯定，咱内心这个经济呢是顺，很纯真吼，那、哦、真清净。无含杂着遐个恶的杂念伫咧。
世间，呀，原来就是苦，这是佛陀呢所说法啦。了解了人生，因为呢，人人的烦恼所聚集，人人的烦恼所聚集所结合起来呢，有真多的共业，心的业力啊。向恶的呢是作恶，作恶呢就降恶业，降了恶业呢，这个气世间啊，自然真紧就伫迄个坏甲空，伫尤其是坏，一这个中间啊，真多的灾难不断发生，所以地球呢就受伤害啦。地球受伤害呢，那人类呢就受尽苦难，所以这是佛陀说苦苦体的道理。菩萨呢，拢了解呀，唔只是了解苦体的道理呀，也过会当了解呢，安怎脱苦离苦吼？会当得到心无挂碍、无挂碍故，迄种嘅解脱嘅境界吼，那这叫做游戏，迄个专心嘛，做救济众生，这嘛是叫做游戏。心无挂碍、无所束缚，这嘛叫做游戏吼，那就是解脱嘅艺术啦。菩萨上所有是性命的法律，真的是菩萨心灵的境界。因为呢，伊无有被染着吼，无染着世间自欲的境界，安尼叫做游戏啊。世间不管什么款的形象啊，咱拢总呢爱用着不受束缚这个心境啊，认真呢面对着周围的境界，认真就是是非分清楚啦，对的代志，咱会当头去做，心都会当真欢喜，定定都是做着对的代志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上欢喜，也就是菩萨呢所游戏的境界。咱常常听到你真辛苦，是一种呢赞叹。遐尼只认真付出啦，啊，辛苦啦。但是认真付出的人呢，一句的对话，我甘愿啦，真甘愿啦。甘愿做，所以呢，真欢喜来接受啊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个甘愿自然做起来就真美满啦。别人看起来真辛苦，那辛苦也是一番的赞叹吼。那甘愿呢，结果是美满，这就是真水的境界哦。所以咱学佛啊，嘛都爱学会晓安怎会当有这个微妙的境界。讲过，从细汉儿到大汉儿到老。日变日死，这呢实在是生灭变幻的代志，是虚伪无主，真正的虚啦、幻啦，无有一项是会当予咱靠得住的吼。那这拢总是来自于心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，
咱应该爱会当通了解，啊呐，会当安尼会观察，好好去观察世间万物一切的无常，呐，有真侪的这个罪恶的结集，拢总是因为人的心。咱若是会当知影呢，咱都爱好好修心，咱爱好好养性，好好端正咱的行为。会晓安尼的人呢，那如是观察，渐离成熟，安尼啦，咱就伫这六道中啊，就慢慢的会当能脱离。咱的心永远都是伫净土中，都无有伫迄个修罗、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这个境界呢，伫迄个所在伫咧轮转，永远呢是做一个。觉悟的人生，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